其实台语歌来讲，对我来说，其实还蛮困难的。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台语的它诠释的方式，所以我还是想说用台语的方式。这次我是在复变的方式来做比赛的呈现。那所以我想要呈现的方式是比较摇滚，那情绪方面是比较重一点。砥砺大家说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就是只要是对的事情。 我该。